我在化老妆，特化。刚刚好像说要2个小时，就是昨天花3个小时搭车来这里，今天再花2个小时化妆，预计拍半个小时，然后再花1个小时卸妆。就是对，第一次画这么精致的老妆，就是尽量不要照镜子。没有啦，就是因为那真的是很皱纹啦，皱纹都是非常明确的，就是我们一辈子都在抗老这件事情，它突然就很扎实的长在脸上。会，就会觉得哇，真的好沧桑哦，这个。所以要切一台那个，对，来，那个你可以问一下乔宁吗？对。你说插管的那一台，你就跟他说要一台呼吸器。我觉得生病之后的东西，因为我们那天在医院拍的，我觉得好超乎我以前所在医院拍摄的经验。就是这是真的好多初体验的东西哦，因为比方说它是需要鼻胃管，然后要插管帮助呼吸的，虽然不是真的，可是我都已经觉得有点不舒服了，因为你就会突然觉得说这个人病了老了，这个状态好真实哦的那种感觉。因为他是有一点小中风，所以也有一些复健的过程。因为这一两年我父亲的状态也比较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心里完全重叠我爸爸的脸，因为我跟我爸长很像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原来是这种。可能我没有办法感觉他的感觉，可是我会突然重叠这些画面。